娱乐明星中的体育健将不在少数，例如赛车手林志颖、跆拳道运动员吴奇隆、篮球高手陈建州等。而会开飞机的明星也不在少数，汤姆·克鲁斯、朱莉·奇特夫妇、成龙、苗阜等明星都会开飞机。近日，内地功夫小子吴京也学上了驾驶直升飞机。在广汉某飞行训练基地上，戴着墨镜的吴京一出现，立即吸引了众人的关注，尖叫惊呼响成一片。经过几个月的学习后，吴京已经顺利通过体检，在教练的带领下已登上直升机进行了首次体验飞行，并成功从广汉飞往德阳，最后返回。整个过程大约半个小时的时间，虽然持续时间不长，但是吴京的这本直升机驾照可谓价格不菲。据了解，考取私人直升机驾照总共需要25万元，就算是明星们也没有特殊政策。在训练空隙，吴京表达了豪情壮志，他介绍说自己考取了不少证件，目前就差私人飞机驾照，并希望在以后的影视作品里能够亲自驾驶直升机参演，而不是让替身带自己出演。对于网友爆料其学飞机的事情，吴京本人也在微博中坦言，群众的力量太强大，无所遁形。目前吴京正与光线当家主播谢楠热恋中，这是准备开着飞机娶妻的节奏吗？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